甚至是给我们鼓励，我觉得还蛮惊讶的，也蛮高兴的。我们不能像外面的人欺负流浪狗、流浪猫，因为要让流浪狗、流浪猫有一个安静休闲的地方，而不能让他们被欺负和打，这是不对的。天气寒冷，然后我们去那个流浪猫跟流浪狗那个老板就关门，然后有一些陌生人约不到。在这一系列主题中，我们学到了很多相关知识，然后认识了很多人，最后也有突破一些瓶颈。我真的觉得这些活动虽然辛苦，但是很快乐。站好。然后我们面，然后我们把。已经开始了。